你看看这个颜色，一秒无色，不由三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今天来到鼻头角公园，我们要来下面来寻宝了。那其实上一次呢，跟我这个两个朋友，我们当初也是一起在鼻头角公园来捡垃圾。那今天我们大家相约，也是要想要来鼻头角下面捡垃圾。我们捡到鱼了！你看看这个颜色，一秒无色，不由三俗。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上岸了。然后我发现自由潜水的状态下，要拿金属探测器找东西真的是太难了。而且鼻头角公园这边竟然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捡了些什么。那我们上岸以后，现在就狂风暴雨了，但没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很怕我的手会被刮伤。我们的艾琳也帮我们捡了多非常多的垃圾上来，然后。当然，因为我们很认真在找，所以就看到一些这种成年的，铁片啊，这种啤酒罐啊，哇，非常的多。这都是会刮伤手的，那还好我们有戴手套，所以没关系。啊，哇，你蛮厉害的耶，可以真的是找到蛮多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塞了不知道几十年有了吧。真的好多瓶瓶罐罐，博朗咖啡超级多，
边就是找到一些金属片，我每次找到我都以为我是不是找到戒指了，结果没有，都是这些，好不好？都这种瓶瓶罐罐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没有找到什么贵重的东西啊，就是找到什么呢？因为这边很多人在钓鱼，但我不能笃定说这是钓鱼的人造成的，但肯定的是说鼻头角公园这边真的很多垃圾，因为有的人会来这边烤肉露营啊，有的人来这边钓鱼啊，还有海漂物啊什么的，所以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留下的就是这些啊不好的东西。那大家爱护环境，加油，一起努力。那希望下次我们可以发现有趣的东西。哎，竟然把一只螃蟹带上来了！哎呀，啊、掉进去了、啊！有一只小螃蟹，我竟然把它带上来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